哎，大哥，我到这边了，你看你现在方便看房子不？老弟，你找地方住，等我一会儿吧，我这边也还没出门呢。那行，那行，自己找地儿待着啊。完了，我等你过来，你叫我。啊，好嘞，老弟。好嘞，好嘞，哎。哎，那个小姐姐，那个麻烦一下呗，就是能不能帮我借个充电宝？就是我手机没有电了。回去。小姐姐，你这样，你想吃点啥？一会儿我请你行吧？你要再这样，我报警了。不是，不是，我真不是坏人，就，哎。嗯，喂，老弟啊，哎，我到了，你直接过来吧。哎，好嘞好嘞，你等我啊，我哥这就过去。哎，啊，来了。你那进屋，你看看住。行，有点乱啊。哎，没事，到时候收拾就行了。行，这是两室是吧？你住这屋，你住这屋。啊，行，啊、那这边这是有个那个室友，哎，你出来、啊、你看。哎，变态，你们还追家里来了。